我今仔日啊，专工叫酒店传这上高级的红酒要庆祝，因为我知影英雄老师一定会给我面子。英雄兄，麻烦你动动你的手指，把阮的顺辉生气脱手哦，阮这代志才袂安尼愈来愈麻烦。我哪会听无你讲啥啊？ 啊，即马拢几点嘛？到时间嘛过啊，那有法度买袂股票？英雄老师，你是真正毋知也是咧变青啊？阮是希望讲哦，你伫阮内面头前，把账号密码输入，互阮亲目睭看到成功入去页面的画面啦。安尼就表示讲，你甲阮徛同一边的，即份盘手。 你队会用诈走哦！<笑>我知影投资有风险，啊，不过这届投资的是顺辉生技股稳赚。不是啊，啊你是安怎用，要做这么大的投资？而且拄则你搁讲周总伊咧逼你。周总意思讲叫我要有志气。 收购案叫我爸去做啦，啊，并无代表我都要放弃啊。这棋无戏，目棋着。我毋只是想找因做伙来投资，趁这个钱。顺辉生计，毋就是各家族总因爸仔计合作投资的，是安怎因要输底下，搁再英雄甲股票卖掉啊？各家因爸仔之间敢有啥物纠纷？今年啊。 副总知影，我有命通我啦！你这只臭鼠老的！梁老师，参像你讲安尼啦，只是先甲阮的部分卖掉，袂影响到恁副总。而且，阮只是想要提早获利了结，伊继续趁伊，敢有差？ 即马只要你想通啊，阮的问题嘛解决啦。你想看卖咧，有车有厝，你只死人了，减拍拼二十年啊，安尼敢毋是双赢啦？啊！哎呀，唔过，唔过啥啦？这原本就是阮的事，是罗家峰欠阮的呢。哎，就是伊啦，伊甲我拍分期的啦。你想？大姐。 是嘞，是嘞，是嘞，是嘞啊！唔管你在创啥，拢给我动嘞！你即摆伫遐屁屁叫啥叫啥啦？啊！你一个千金大小姐，穿甲呢个占酒店，传出去听一声嘛？恁伫遮黄爷爷，讲要投袂阮哥的股票，传出去搁较歹听。曾英雄，你莫搁迷啊！我早就看到你啊！ 哎呦！哎呀，小姐，啊，代志毋是安尼啦，啊，其实这股票毋是副总的，是因的啦。罗小姐，阮甲詹经理咧讲生意，这是阮私人的交易，甲恁罗家无任何关系。詹经理无需要，向你解释遮尔多。哎呀，嘿啦嘿啦，对啦，就是周总讲安尼啦。 那真正是安尼，你即马咧惊啥？我哪有惊？对，这到底有啥？你放手哦，我讲咧公司里的代志。什么公司里的代志啊？你用车用厝甲曾英雄公司，你到底要变啥嘛？我不准你做出伤害阮哥的代志，唔敢好啊！懂了。你唔敢好啊？慢下去了。哎，你安怎嘛？ 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
过来行嘞，请看看有没有创口，我就给伊好看。啊，林行少，这白袍我对。王队长，哎，是啊，是你啊。爸，林行少。就跟你讲，跟你无关系啦！你哪会这样子啦？跟他放开，放开！快笑，那我们再换房，再来点点开，放开有车无？放开啦！放开！安静，你安怎无？是你有安怎无？你跟我受伤了？你轻一点，你轻一点，别走！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哦哦，是是。啊！哎呦，那我安琪小姐怎样？我靠，差点来吊伤，我都还在，我就惨嘛啦！局长，看起来我无这好气，提两把酒啊，我马上来去啊！哎，你就让你把酒拿过来，你把口罩。这一步都没成功啊！我进来！林总，应该不留来啊！哎，杜姐，我就跟他讲着，肯定是不要紧啊。应该无代志啦。啊，对嘞，你不是甲我讲你叫伊浪浪员？好佳哉，我挂到位啦。啊，若无你主管讲着受伤，要安怎啦？迄种所在，你竟然嘛敢去哦？我才无咧惊。我惊好不？若安姐，你敢知你安尼做真正足危险的？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老实甲我讲哦。这是伊之前咧订的新车，迄个时阵我就感觉足奇怪，伊迄个经济状况，哪有可能有遮尔侪钱买车？而且今仔日下班的时阵，我阁拄好看到伊神神秘秘咧讲电话，我就甲伊低调调，唔才发现伊甲周总的爸仔有交隔，各位看看就过。哎，伦姐啊，我发现这种代志，那么较早甲我讲诶。你家己的钱数拢处理袂完啊，我无想要增加你的负担。感谢呢，我看你是惊我知影想这代志，会趁这机会才够麻烦对吧？不是，我哪会把你当作是这种人啊？而且我今晚唔就是要向你坦白，那是拄好拄到，你是不得已的啦。阿哥有啦，你无甲讲准准煞，你若穿到安尼啦，你倒去学我哪无临时去拼命，我哪我都入去酒店啊！而且会变装，也不是拢你干。哎，谢你啦，怎么又派人看到啦？你晚不会上坑的。
好了，行行啦。小蛋，小蛋。好，行。这样你看起来哦，就算不要紧，应该是要修真英雄。我嘛是安尼想。安姐，你之前不是讲过，国干不要紧之间是要做伙投资，想要趁机会趁金钱。这样钱赚到，先怎用衰来过背哦？对真英雄下功夫。我想哦，就算不要紧过之间，不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么麻吉。而且啊，过进前捌想要收购光汽车，敢咪是就种别个甲过之间有甚物利益冲突的关系，人家需要买收购的人。迄嘛无一定啊，无得卡甲过完全无关系，是迄个曾英雄家己有问题。我是才这个人哦，比你搁较久，伊就是一个墙头草，专门靠伊迄个嘴阿谀奉承，这种人哦全部老实啦。伊就是靠说有搁做靠山，再狐假虎威，想要私底下闭关闭关，给他一寡好处。啊，不过你莫忘记哦，国应该永兴饭店的股份质押出去安尼。卡叔曾英雄真正有毛果，甲就算爸仔交割了后爸母，后果恐怕真麻烦啊。对吼，若是质押出去的股份有啥物问题？就会去影响到永兴，这个代志足严重的，我一定要给爸知影才会用的啦。你是要去倒啦？这么无进无回，找爸讲，安尼敢好？你想看卖，到时爸安怎看待我？对吼，我若是去讲，就等于是去过了卡，就算代志甲过无关系，嘛会让人讲伊的管理有问题。我唔讲，咱嘛袂当什么代志拢唔做啊！万一真正伫遐闭关闭关，去伤害到公司是要安怎啦？啊，是咱去甲哥讲，提前有这个代志，互伊去处理。我也是迄句话，无证据，你要怎证明？我明明就有听到啊！唔管听到啥，看到啥，拢无路用啦。到时就种白仔甲曾英雄哦，一定有一条条理由会当袂成立。阿哥啊，这件代志哦，关着我，就一定会影响到恁妈。卡最无希望咱家阁吵吵闹闹，咱这件代志哦，一定要较细里处理的，知无？你讲的有道理，我做代志太过匆忙啊，这个代志不该乱七八糟。所以有咱就是按兵不动，到时有确实证据，咱才拍算看耍来变怎做。好了，先来这样。是安怎？就听还是讲？我这里严重了，我听总比你听较好啊。啊！录音几波，巴肚就枵呢。不要腰啊，好啊，我请你吃东西。那安尼我先查看麦，附近有啥物好食物件。先甲你安搭一下，明仔载就互你母去。就算你阁安怎，无愿意打击家己大兄，你嘛一定爱做。